哇，现在正在下雪了。我们现在在福州三农场天池的收费站，可以看到雪花已经开始在飘了。我们车上都开始有积上一层一层的，像刨冰一样的细细的雪哦。今天温度持续低温，看来农场会持续的降雪哦。哇塞！看来小编的魔咒还是没有办法破除哦，小编不在才会下雪啊